你像我也有我的这个青春期回忆，我就是特别喜欢，也是女工，女工，但是是北方的这个女工啊，她们这个在那个时候都在工厂集体的这个澡堂子，刚洗完澡出来的时候，哇，哎呀，这个面孔啊，就是是绷得紧紧的，像苹果一样，披头散发的，哎呦，那个时候我这个心头小鹿乱撞。